从去年12月25号上任到现在，90天很快就过去了。每一分每一秒，我跟我的市府团队都不敢懈怠，心心念念的都是台南市民的生活与福利。请市民朋友们继续给市府团队加油鼓励。我是黄伟哲，台南市政府与您在一起，做得更好，过得更好。谢谢你。